那王弘照，我昔年曾与他相熟，此人心胸狭窄，贪财好利，尤爱结交权贵。若是穿着朴素低调，他看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哼，真是个势利眼。你呀，好了，快去为我捡些华贵的衣裳来吧。衣裳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忽然想起来，这衣裳还是袁姐姐当年为公子缝制的呢。你记错了，这件是入京前我新购置的，颜色相近罢了。走吧，咱们该出发了。如今流寇作乱，咱们这些跑商的呀，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。平定流寇没动静，这喝酒划拳倒是。谁在背后乱嚼舌根？嗯，本官方听到有人在说护都营的是非，是不是你？护都营？在下听闻护都营守卫京都安危，更兼平定流寇的重任。国之古公，你这小子倒是很会说话。咦，本官便是护都营议长王弘照。什么？你便是护都营的议长大人？真没想到，在下竟有如此福分，得与王大人同楼而饮。好说好说，王大人好酒量。有酒无乐，甚是寡淡。瞧你模样富贵，这酒桌上的乐子总会记。王大人想玩什么？在下奉陪便是。痛快，痛快！荣幸之至。王大人果然厉害，在下心服口服。你小子倒是有点意思，来来来，过来坐。来人，再上两坛十八年女儿红来。这个王大人，本店店小力薄，大人是不是先将上月的酒钱先？叫你上菜就上菜，啰嗦什么？本官何时欠你家酒钱了？哎呀，快快喊掌柜的过来，王大人又要来账了。放屁！我可是堂堂护都营议长，挥来你这点酒钱，分明是你们趁机讹诈，我拆了。
讨逆将军在此，退避。众将随我出征。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还能待在这？一夫当关，当是卸甲归乡之时了。寂寞花间，愁断肠。一曲长断，君知否？真是可笑。这位公子，此事与你并不相干，如今因何要管这档闲事？掌柜的，容在下多嘴一句，你说王大人欠了你酒钱，可这王大人是店里常客，平日里赊账也只是口头一说，并无立下字据。那便是了，既是口头约定，那一时记混也是有的，你怎可一口咬定便是王大人欠账不还？这好了，大家都是空口无凭，也不必再争。这样吧，这里是50两，够。小二啊，快将18年的女儿红给王大人端上来。这位兄弟，方才多谢你了，不知兄弟贵姓大名？好说好说，免贵姓萧，单名一个义字。原来是萧兄弟，兄弟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手段。不敢当不敢当，只可惜今日王大人无端被坏了心情，否则萧某当真是想与王大人好生痛饮几杯。这样，不若改天由萧某做东，再请王大人一聚。一言为定，那王某便静待萧兄弟相邀了，告辞。告辞。喂，你这人，我可没有得罪过你吧？哼，怕不是因为我撞破了你与那草包王红照的勾当，你心中羞愧吧？你认识王红照？哼，那个草包谁还不认识他呀？瞧你衣冠楚楚的，没想到居然会与这种人厮混在一起。恕在下直言，在下与姑娘似乎并不熟人。你什么你？真不知羞，一个大姑娘当街拦着别人家公子。东流，不必多言，我们走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你却这种态度，真是狗咬吕洞宾。公子，这姑娘好烦人呐，要不要我去教训教训她？不理会便是。哇，公子，这边，看这边，好可爱的唐人呐，公子，给我买一个吧。眼看便是午饭时间了，吃什么糖人对牙也不好。公子，哎呀，不就一个糖人嘛，别难过，姐姐买给你呀。东流，我从前是怎么教你的？谢谢姑娘。什么姑娘？你这小娃娃，你得叫姐姐。
不行，我只有一个袁姐姐，苏袁姐姐，除了她，我才不会再叫其他人姐姐。苏袁，东流。喂，你呀，又抽着一张脸了，要不要我也给你买个糖人啊？胡闹！瞧你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，别说本姑娘没提醒你，小心交友，别受人欺骗了还不自知。不知姑娘如此说话，可有何凭证？若无凭证，岂非是诋毁朝廷命官？哈，诋毁？王鸿照这草包也配本姑娘诋毁？这厮吃着官饷，又与流寇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京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你若是不信，可自去取证便是。孰是孰非，在下自有忖夺，便不劳姑娘费心了，告辞。哼，告辞就告辞，小气鬼。公子，公子，等等我。怎么，吃完了？哎，刚才那个姑娘虽说是烦人了些，不过人还蛮好的嘛，还给我买糖人。虽说比起袁姐姐还是差了不少，不过今天瞧着也没那么讨厌了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你还……我生什么气？一个不相干的人罢了。哦，吃完就赶紧走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有你的信。两日后，护都营将有突袭行动。今晚子时，东流，我要你跑一趟护都营，找到那王鸿照，便说我请他喝酒，还请太白楼一叙。为何是咱们请他？公子，你可是堂堂郡王爷。叫你去就去，还想不想吃糖人了？哼，这一桌酒钱可够买多少个糖人呢？快去吧，我在太白楼等你们。萧兄弟这几日都在忙些什么呢？吉兄可是好生牵挂。萧某闲人一个，左不过是些琐事缠身，哪比得了王大人贵人事忙。哎，什么王大人，难得投缘，萧兄弟叫我一声王兄便是。萧某那真是受宠若惊。说起护都营，京都安危皆仰仗于此，想必王兄平日里定是殚精竭虑，片刻也不敢懈怠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这护都营可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，既要管理京都治安，还要平定流寇，这脑袋啊都是寄存在脖子上罢了。今儿若是旁人请我，我还真没空来，都是看贤弟的面子。荣幸之至。王兄，来喝酒。算是把他放倒了，这次还挺能喝。我有事需暂离片刻，你留在此处仔细盯着。
若是他中途醒来，想法子拖住。什么？那你可得早些回来，我可不想一个人陪着这家伙。公子果信人也。过狱了，一切有序进行，却不知苏大人可有所获。公子请看，那边有人来。啊，你们站住！夜半三更，你鬼鬼祟祟想出城做什么？别打，我是王议长帐下的人。王议长才刚下令这两日全城戒严，你既是他帐中之人，就违抗军令私自出城，岂非罪上加罪？饶命，小的真的是奉了王议长的命出城办事，参领大人饶命啊。办事？住手！剑冷。你这只鸟，当真是价值千金。本王从前听说灵雀啼音便会引来成群的鸟儿。见过王爷，王爷所说之事怕不是他人杜撰，反正我是未曾见到。若是真有此事啊，怕不是我这永安殿都要被鸟儿挤满了。你这嘴是越发爱说笑了，看来君上待你很好，如此我便也放心了。王爷生在这天家，早应该知道君上的宠爱不过如流水一般。小姐小心、啊、这鸟儿好生厉害，没心去把它放笼子里吧。可是你的手流血了，我先陪你去心灵馆吧。你先将这灵雀送回殿中，你家小姐就交给我吧。不过小伤，心灵馆那么远，我不想去。这儿不是正好有紫珠草，王爷采切帮我敷上就好了。那时在京郊我受伤，王爷也是这样帮我的。你呀、啊，罢了，在这等我。下次莫要再这么不小心了。没事啊，反正每次王爷都在。王爷今日帮我包扎，倒让我想起了六年前，那时京城初见，我落魄逃难，是你王爷及时救下了。若是那……你那时年纪尚小，我知你是无辜的，但无论如何，只有好好活着才有更多的机会。我都知道。你向来懂事，也有自己的主意，只是这处艰难行走不易，你万事都要小心。嗯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无论前朝如何，你都要好好保全自己。嗯，一定。